昆山龙鱼可是武道圣品，朕若是吃上十来条，便是都猪都能成为武学天才。老板，再这样下去，昆山湖里龙要被你老婆吃光了呀！啊，来了，谁来？ 幽都监狱的大当家，有绝世强龙之称的齐等闲，那位万人之上的大侠武安君秦墨，父子，他们是来找你的。武安君秦墨。 夫子在世的时候说过我的天赋不如你，所以没有收我为徒。夫子，他也是这么和我说的。哎，他们在说你呢。看细酒，人呢？夫子在世的时候，你就处处和我争，现在好不容易出了叶知秋这样一个武道奇才，你还要跟我抢？今日，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谁赢，谁就收叶知秋为徒。 不了了，小屁孩，又痒痒了是吧？老外人，人，夫子，夫子，您没死啊？继续打呀！不打了，再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夫子。身为大夏至尊，不以身作则，还学小朋友一样出来约架。 想搜徒，还把主意喊到我老婆身上，没有配，我的老婆亲自教。我是说，是您老婆。妈，外面都传姐是千年难得一的武学奇才，连舒远夫子都收姐为徒弟呢。萧十逆境三年，培养出大夏无数强者的至圣仙师，哎，一出山就要收知秋姐为徒呀。 这知秋姐何止是奇才，我看她是千年一遇的绝世天才呀！叶家那要崛起了呀！那是我姐生的貌美如花，又天赋异禀。哎，你们说夫子有没有那方面的意思？如此说来，就更不能让陆晨那个废物阻挡我叶家崛起的步伐。我叶家本为武道世家，落魄于外。 没想到还有重新崛起的机会，杏儿，给你姐姐准备的拜师礼都准备好了吗？妈，你就放心吧，我都打听好了，夫子爱好收藏古董，尤其是这元代的青花瓷，咱们叶家几乎破产，花费上亿元才从海外淘得这元代的青花瓷送给夫子，他绝对喜欢。哎妈！ 能不能给我看一看？我还没见过上亿的宝贝呢。哎呀，大爷，这可不是我没接住，这是您。妈，妈呀，明天就是姐姐的拜师宴了，这拜师礼却没了。妈，发生什么事了？你打算了这？
夫子为什么收你为徒吗？嘿，怎么，你想说是因为你是吧？啊，现在外面的人可都说知秋姐是什么无垢之铁，练武奇才了。那是因为我的鱼。这三年来，你吃了我这么多条鱼，就算是都注意能喂成天才了呀。够了，这么荒唐的理由你也能编得出来？啊，我承认你做的鱼味道是不错，但你说我是因为你的鱼才被夫子看上。 青苍化玉而已，我看你是被冲昏了头才说出这么如此荒唐的话。所以你怎么？我们离婚吧。原来你早就准备好了是吗？刚刚得到了一飞冲天的机会，你就迫不及待抛弃这三年来陪你从微末一路走来的丈夫是吗？ 叶知秋，你好，很好，这卡里1000万，算是我对你的补偿，甚至点化，够你用一辈子。明天在你的拜师典礼上，你就会收到一封签了字的离婚协议书，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会收你为徒。还有你们，到明天你们就知道。 在你们眼中，那两位高高在上的大夏至尊，在我的面前究竟是何等的卑躬屈膝！呸！哎呀，就你说大话，谁不会说呀？啊，人家凭什么给你卑躬屈膝呀？啊，你配吗？或许这是他挽回一点自尊的小小手段吧。徒儿拜见师父。起来吧。 夫子，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告诉您的妻子，您就是这书院夫子，是培养了天下无数强的至圣先师，是如今大夏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呢？你不明白，我想要的是和陈杂运和达氏感情，本以为他和其他女人不一样，没想到是我自作多情。夫子，燕知秋小姐来了，说是来向夫子您请罪的。让她进来吧，你们先退下。 请夫子恕罪，师兄原本准备了一个元青花瓷瓶作为拜师礼，可是现在他却被一个无耻小人故意弄坏了。无耻小人弄坏？其实他是我老公，不过夫子放心，我已经因为这件事情准备和他离婚。起来吧，我对你们之间的事儿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们是不是再没见过？或许吧。
无论如何，我一定会重新准备一份拜师礼。不必了，你准备的礼物还是无聊我的眼。不过说起礼物，在拜师宴上，为师也会为你准备一份礼物，到时候应该会满意的。真的吗？师傅，你对我真好，不仅不怪罪我，还为我准备了礼物。没什么事的话，你就先下来。 夫子，我和那人还从未行过夫妻之事。你听说了吗？消失三年的腾龙集团总裁要回来了。真搞不懂林夕这个一点能力都没有的女人是怎么当了总裁助理的。总裁三年不出现，他可是吃了整整三年的空饷的。那还用说？靠关系呗。听说他是上面亲自指定的。你们两个这么闲吗？滚！ 你这甩手掌柜，一当就是三年，好，现在好了，离婚了，想起你这千亿产业来了，请吧，老板。对了，你那小姨子怎么了？说起来，她现在可是你的贴身秘书，要不让她卷铺盖卷走人。 顺其自然吧。老板，没想到你这么缺一不法，不知道身为腾龙集团的总裁，喜欢什么样的口味啊？见过老板，老板，不好意思，我怎么是你？什么不能是我？你来这儿干嘛？ 我告诉你和我姐之间已经没有办法了，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婚一定。帮我把衣服挂好，顺便再帮我倒杯水。你以为你还是我姐夫吗？以前我姐在的时候，我可能还敬你做，现在你在我面前连屁都不是，赶紧滚！这是我以后工作的地方，你要让我滚出去？你工作的地方啊。 原来你是来找工作的，你早说嘛，想让我给你在腾龙集团安排一份工作。哼，我告诉你，我现在可是腾龙集团总裁的贴身秘书，我的工作那可是腾龙集团总裁亲自安排的，那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想让我帮你安排一份工作，那还不是简简单单的？那不知道我小姨子打算给我安排什么样的工作呀？啊，我想想啊。 有了，我们公司正好缺一名保洁，工作也不累，每天就是刷刷马桶，一个月3000块左右。我自认为我对你们一家人还算是不错的，把你安排成了总裁助理，把你那个什么男朋友安排在了集团最重要的商务部，没想到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好，你不是喜欢刷马桶吗？接下来这几天我就让你刷。哼，笑。 我阿斌的工作是你安排的，你可真能往自己脸上贴金呀！我的工作可是腾龙集团总裁安排的，你以为你是腾龙集团的总裁吗？来人啊！救命啊！非礼！来人啊！干什么？阿斌，你看，他叫我给他安排工作，我不同意，他竟然非礼我！ 你个狗东西，老子都没这么撕过！没想到你这个废物现在竟然丧心病狂到如此地步啊！走后门不成，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我现在怀疑你不仅非礼了叶希，你还盗取了我们腾龙集团的机密。我现在就把你送进警察局！还想挽回我姐？做梦去！是一辈子的牢饭！平哲，带上你的人。 3分钟之内给我滚过来！刘晨，你认不认罪？我何罪之有？倒是你们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把我带来，没有证据不走程序就想定我的罪。幽都监狱这么办事儿，大当家岂得不先知道？这里只是幽都监狱的一个小小分部，其他人还是管不到这里的。倒是你啊！
是唐龙集团亲自送来的人，单凭这一点，我就能定得死罪。我想用不了多久，唐龙集团，我接。另外，告诉集团日本，发现手中一切事情，随我走一趟幽谷监狱。 是。待改神小队集结完毕。妈了个巴子！齐等贤这个幽都监狱是开到头了，竟然敢关夫子！传我命，通知十大战神，晚上跟我去幽都监狱。是。死到临头还嘴硬，不招是吧？来人，上刑！私自给我用刑。 你们大当家岂等闲知道？恐怕会扒了你的皮。你想干什么？我们大当家可是大夏至尊之一，想越狱，你找死是吗？队长，大事不好了！慌慌张张的干什么？你快放！外面来了一个律师团，足足几百号人，他们自称是唐龙集团法务部的人。你小子死定！ 这唐龙集团死往死里整！队长，不好了！大夏武安军秦牧带着麾下十位战神，把整个监狱包围了。这武安军秦牧和咱们大当家一直不对付，难不成是个找麻烦的？队长，法国神秘组织野蛮的老大，英国神盾骑士团、欧洲王庭，还有好几十个国家的战神正在靠近我们幽谷监狱。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去！ 把其他人给我找来！不用了，我已经来了。这种小事哪能把您老给惊动了？哎呦，是你活腻歪了，还是我活腻歪了？这位大人您都敢动？大人，您说的话我听不懂啊。您说的那位大人是谁呀？咱们幽都监狱还有不能动的人呢？ 参见父子。属下管教无方，还请父子恕罪。大人，您是不是认错了？这个废物可是唐龙集团指名要动的人啊！哎呦，戴戴队老师不敬死。他就是唐龙集团的创始人，当然这点身份跟其他的身份相比根本不算什么。他曾经教出无数强者，是至强先师，就连武安君秦牧和我见了他，也得恭恭敬敬的喊一声父子。 武安君秦牧，还有律师团，还有那个战神，都是众大人陪的。这下当着大当家的面，你还要定我的罪？大人，小的有眼无珠，知识先不大人，您就饶了小的吧。我想这次外皮，就先当罪吧。走。大人，师傅，夜之秋的拜师宴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真是搞不懂，那个女人那样对你，你为什么还要执意收她为徒？我想，是时候给这段感情画上一个句号。叶知秋，希望给你准备的这份大礼，你会喜。叶知秋，师傅心软，我这个当师姐的，可不会心软。安排下去。 今晚，我要让叶知秋在自己的拜师宴上沦为笑话。书院夫子已经三年未中途了，易竹山便受叶小姐为徒，无意看出夫子对叶小姐的看重了。如今大夏至尊，每一位至强者都或多或少得到了夫子的教导，未来大夏强者之列必有叶小姐一席之地啊！多谢各位吉言，知秋必将奋发图强，不辜负夫子的教导。我叶家本为武道世家。 落魄有百年，没想到还有重新崛起的机会。天佑我叶家！恭喜叶小姐！叶阿姨，您这话呀说的可就不对了。什么叫天佑我们叶家？明明是知秋姐貌美如花，天赋异禀，哪个男的不会对她心动啊？我想，即便是夫子这样的人物，也会对她有点那个意思吧？阿冰。
什么意思？妈，阿斌说的有道理，姐姐不是说了吗？夫子今日要送给姐姐一份大礼，你想想，哪有在拜师宴上师傅送给徒弟礼的？姐姐，你要是能与夫子来一场美美的师生恋，此事必将在大夏成为一段佳话。是啊，可是那日我见夫子对我态度很是冷淡，还不是因为陆晨那个废物。 一直拖着不肯与姐姐你离婚，姐姐你到现在还是有夫之妇。姐姐，等到时候你恢复自由之身，这一切不还是水到渠成的事儿？知秋，看来你与陆晨离婚一事必须提上日程。拜师宴结束之后，就立刻去民政局跟他离婚。朱元璋等片刻，本夫子一到，拜师宴立刻开始。我想你们雷电要走下去了。朱千师姐。 你怎么来了？你还未入夫子门下，却生世界，你还不配。通知下去，今日的拜师宴取消。难道智圣先师大人不打算收叶知秋为徒？你不能这么做，我要见夫子。夫子的电话就在这儿，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他过来。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是夫子要受为徒的。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做？夫子隐居3年，关于夫子的一切事务都是我打理的。你说我有没有资格这样做？还愣着干嘛？都给我滚！赶紧走吧，这可是大夏第一女战神，死在她手里的人数以万计。哎，别走！我马上就来了。是朱战神，再不久的话，你和我们家知秋姐会成为同门，要不要给点面子？不至于搞这么僵吧？哎呦！ 你姐算什么东西？岂可让我给她面子？我的威名可是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杀出来的，而你姐不过是靠夫子的垂怜才有今时今日之地位，没了夫子，她屁都不是。朱战神，虽然你是我师姐，但今日之事，我需要你给我个交代。夫子能看上你，愿意培养，是你的福分，你却不知好歹，伤了夫子的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夫子还愿意收你为徒，你好自为之吧。行，朱战神这话什么意思啊？这不很明显吗？啊，夫子责怪知秋姐没有跟那个废物离婚，所以啊生气了。刚才战神说那个话呀，是点知秋姐呢。这个挨千刀，人都不在这里，还惹得我叶家一身骚。知秋，无论你是用棒，还是用刀柄，也要让陆晨把这离婚协议给我签了。 什么？这是那个废物，竟然和朱战神搞在一起了！请夫子恕罪，亲儿自作主张取消了叶家的拜师典礼，亲儿自愿领罚。行，回头抄一千遍刀子经给我。是夫子，走吧。一定是他在朱战神面前捣的鬼。这个陆晨在知秋面前装腔作势，现在竟然不声不响的宽上了朱战神。 妈，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我们去找陆晨那个废物算账。对，知秋姐，今天就带，让夫子给你做主。我们走，走。陆晨，你个白眼狼，给我站住！陆晨，3年前你重伤昏迷，是知秋的爷爷把你捡了回来，还把知秋许配给你，你就是这样报答我叶家的吗？爷爷救了我，我很是感激。不过我想。 这些年我对叶家已经做得够多了，这方面我问心无愧。你一个连工作都没有的废物，这3年来你除了钓鱼就是在家吃了睡睡了吃，你有尽过一丝一毫当丈夫的责任吗？你有尽过一丝一毫当丈夫的责任吗？想不到我在你心里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哎，我们知秋姐说的有毛病吗？ 你丫就是一臭水沟里，你扶不起的烂泥，还有脸一直缠着我姐。要不是你一直不肯跟我姐离婚，哎，夫子的拜师宴也不会在今天晚上取消。你叶家对我，他们说什么我忍也就忍，这么小的东西也敢骂。知秋姐，知秋姐，他打我，你可要替我做主呀！陆晨，你够了。 虽然沈明说的话对你来说或许是有些残忍，但它说的是事实。你的确是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我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夫子收我为徒，而你呢，
这些年一直原地踏步，不思进取，你已经配不上我。我是扶不上墙的烂泥，我配不上你。叶知秋，这些年你变了。我没有变，我当初就不应该答应爷爷和你结婚。那你有没有想过父子为什么会收你做徒弟？我当然知道，因为我的练武天赋，因为我的武功之体，我是练武奇才。叶家已经落魄太多年了。 我承认，那成为夫子的徒弟，踏上至强者之路，是我必须要掌握的机会。和你离婚，我从不觉得我做错了什么。陆晨，你有没有一点自知之明？你一个只会洗衣做饭的家庭主妇，只会成为我姐的累赘。我要是你呀，就主动和我姐离婚，而不是从中作梗。你知道什么？你以为？ 你捡能让夫子收他为徒、凭借的是他的狗屁天赋吗？你姐整日里吃的昆山龙鱼，可是我大夏为数不多的武道至宝。行了，事到如今，说这些也没有意义了。我累了。陆晨，你站住！你真的以为朱清师姐能看上你吗？身份、地位、才识、天赋这四样，你占了哪一样？你真的觉得你自己魅力大到能让一位高高在上的女战神对你另眼相看吗？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 他不过是拿你当个玩意了，就像垃圾一样扔到垃圾桶里。想不到我在你心里一直以来就是这个评价。如果你还有点羞耻心，就找一个普通女孩安度一生，这样我或许还能高看你一眼，而不是像现在一样攀龙附凤，当别人的男宠。陆晨，你果然是一个只会靠女人吃一辈子软饭的废物。姐，不要管了，说不定人家心里呀还沾沾自喜呢。 叶知秋，你知道你这辈子做的最错误的决定是什么？我知道，就是没有早点和那个废物离婚。你错了，陆先生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男人，而你却亲手把他逼走。陆战神，你的武功确实很高强，但你看男人的眼光属实是不行啊。陆晨在我叶家白吃白喝三年，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会不清楚。 朱战神就算是找男宠，也不用这么饥不择食吧？我想像陆晨这样的男人，就算是丢到大街上，也没有哪个女人会要。三年夫妻朝夕相处，他除了做鱼还不错之外，这个男人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师姐，我给你个建议，离这个男人远一点，他就像一块牛皮糖一样，万一被他缠上了，我怕你会像我一样追悔莫及。那我。 也给你一个建议，如果你不能得到陆先生的原谅，那么夫子是不会收你为徒。师姐，你就因为陆晨是你的男宠，你就向着他，自作主张取笑我的拜师宴，你这么做就不怕父子怪罪下来吗？那你就去找父子告状啊！夫子就在楼上的清心阁，正好还有份大礼要送。没有骗我，我有骗你的必要吗？别怕。 夫子会为你做主的，一会儿见到夫子啊，一定要解释清楚了，不是你不肯跟陆晨那个废物离婚，是他不肯，记住了啊。知道了吗？没有夫子的命令，擅闯者杀无赦。我是叶家叶知秋，是夫子的准徒弟，麻烦替我通报一声。没有夫子的命令，谁来也不行。夫子，我是您的徒弟叶知秋，还请您让我上去。叶知秋。 他怎么来了？也罢，三年，是时候解除这场恐惧了。让他进来。是。谢夫子，这个背影怎么那么像陆晨？不可能，一定是我想多了。 这么晚了，你来找我干什么？恳请夫子收我为徒，只要您愿意收我为徒，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哪怕像个婢女一样。在您身边端茶送水。你的天赋很好，外面想收你为徒的大有人在，你为何一定要拜我为师？因为他们都说您是大夏最强者，我叶知秋要拜就拜最强者为师。可你怎么知道站在你面前这个大夏最强者，同样也是你眼中那个懦弱、一无是处的丈夫的？
成为最强者，在你眼中就重重。如果平平淡淡的活着，我宁愿去死，所以哪怕牺牲一切，包括我的婚姻。原来我所追求的平凡的生活，在他眼里是那般的不堪。好，我答应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亲传弟子。谢师父，先前师姐说夫子要送我一份大礼，是什么？ 已经没有什么想说的了。谢夫子，没想到您连这件事都替我解决了。夫子出面，陆晨即使不情愿，也得老老实实签下这份离婚协议书。没了陆晨那个累赘，我以后一定能心无旁骛的跟着夫子学武。他在你眼里仅仅只是个累赘吗？累赘或许算不上，但他已经跟不上我的脚步了。以后我跟着夫子学武，注定会成为一个强者，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根本帮不上我什么。我与他将来。 注定只会形同陌路。一日夫妻百日恩，你们三年的朝夕相处，你对你的丈夫难道一点感情都没有吗？或许有吧，但更多的只剩失望。我对他的感情，在他三年的混吃等死里面，已经消磨殆尽了。不过没关系，如果夫子您不高兴的话，我可以永远不见你。我对你们之间的关系毫不在意。也是，夫子您这样像生命般的存在，又怎么会吃一个小人物的醋呢？放肆！ 我跟你只是师徒关系，你要摆清楚自己的位置。是夫子，为何您每次见我的时候都戴着面具呢？我能否看一下您长什么样子？如果您不说话的话，我就当您同意了。 点穴，再也不想一次。不走，这就知错了，还请师傅责罚。开始你的离婚协议。滚！是师傅。老板，过两天就是老爷子寿宴了，你之前吩咐过了，从腾龙集团拿出百亿订单作为老爷子贺礼。现在你马上就跟叶小姐离婚了，这百亿订单还做不做数？为什么我做数？ 当年竹鹿一战，我重伤昏迷，是叶老爷子把我救的。这百亿订单，就当是我最后一次报恩吧。阿冰，你说的是真的？腾龙集团真的要给咱们叶家百亿订单呢？当然是真的，而且这个百亿订单会在叶老爷子的寿宴上送出，作为叶老爷子的寿礼。可是爷爷旧疾复发，已经住进 ICU， 这寿宴还办吗？办，为什么不办呀？ 咱们先把腾龙集团的百亿订单拿到手再说。叶阿姨啊，这段时间为了百亿订单的事情，我跑前跑后，你看我这小心腿都快跑断了。我，叶夕呀，你看看你多好呀，为我们叶家找了这么一个好女婿。都说呀，穷文富武，你姐姐啊刚刚踏上武道一途，正是用钱的时候。妈在这里啊，替你姐姐。 谢谢你啊！哎呦，哎呀，阿姨，师傅，师傅的，坐坐坐。作为叶家的准女婿啊，我这么做是应该的。我又不像那个废物。阿斌啊，妈还是要好好谢谢你的。等腾龙集团的百亿订单到手啊，我就把你和心儿的婚礼办了。三年了，终于把叶心拿下了。可惜当年陆晨这个废物横插一脚，不然叶知秋这个大美人肯定是我的了。 你发什么呆了？我是在想呀，陆晨那个废物有了知秋姐这样的大美人之后还不满足，还不发愤图强，整天都浑水摸鱼，坐吃等死的。提那个扫把星干嘛呀？晦气！就是你们口中的扫把星，给你们叶家带来了百亿订单；就是你们嘴里的扫把星，给你们叶家带来的百亿订单。切！ 阿斌哥可是腾龙集团生物，这百亿订单完完全全是他争取的，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可真的忘了指点江天呀！我早就知道，还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人呢。怎么说你是扫把星还委屈你了？以前找高分追求离婚，泡脚我这准女婿，竟为我叶家带来了百亿订单，说你不是扫把星是什么？说你个废物东西！ 真是什么好事都想往自己身上揽是吧？这么喜欢宠功劳呀？
外面的知秋姐把你给踹了，你让活该你！哎呦，他当了我3年丈母娘说说我就算了，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对我不敬！你，陈秋姐，打我！陆晨，你凭什么打他？花边为叶家争取了百亿订单，现在是叶家的大功臣，而你呢？我嫁给你3年，你有为叶家做过一件事吗？每天不是钓鱼就是洗衣做饭，你能再窝囊一点吗？ 但凡你有为叶家做一点点贡献，我们一家人至于看不起你？我至于和你离婚吗？我没有为叶家做贡献，你以为你的无垢之体是怎么来的？你以为这叶家的百亿订单是怎么来的？哼，你不会又想说我姐是吃你的什么破鱼才变成绝世天才的吧？那几条破鱼值几个钱呀？阿兵，拿钱给他。嫂子，你多少钱？开个价吧。 3年来你姐吃了我不下1000条鱼，一条鱼2亿，一共2100亿赔啊！2000亿，你怎么不去抢啊你？陆晨，能不能别再胡闹了？你想要钱可以直说，如果数目合适的话，我可以给你，就当是这么多年你为叶家洗衣做饭的辛苦费了。叶知秋，你永远都不会相信你的，你只会相信你愿意相信的。<笑>叶阿姨。 我看这小子呀，就是被知秋姐踢了之后，把脑子给气坏了。<笑>就是，我告诉你啊，想要钱门儿都没有啊！跟这个窝囊废废什么话呀？你是自己走啊，还是我们赶你出去？陆晨，我劝你还是失去一点好。离婚协议已经和我姐签了，还来纠缠我姐干什么？既然你已经傍上了朱战神，做了男宠，就不要再来纠缠我姐。爷爷身体。 是来看爷爷的。老爷子是你想见什么见的？谁知道你身上有没有什么病菌呢？怎见老爷子门都没有，做梦的！你我夫妻一场，我不想闹得太难看，你自己走吧，别逼我叶家对你出手。老爷子寿辰那天，我会写百亿订单来贺，希望到那天你们也有足够的底气把我拒之门外。姐，我看这个陆晨就是没安好心，想在爷爷的寿宴上捣乱。 应该不会吧？毕竟3年前爷爷救了你。知秋姐，这种人呀，我最了解，他就是被你踹了之后呀，心里面有。就是，说不定上次也是他撺掇朱战神在你的拜师宴上捣乱。姐，这事交给我了，我安排人把他收拾一顿，他就老实了。好，阿兵，这件事情交给你办了啊。阿兵，陆晨毕竟是个普通人。放心吧，知秋姐，我呀。 就把他最多关个几天，等寿宴过了，就把他放出来。<笑>你办事，我放心。<笑>好好办啊！陆晨这个家伙三番5次扫我房子，我一定让他吃。陆晨，妈的，给我出来，听见没有？ 我他妈跟了你一路，别在里头装死，给我出来！看来沈冰这几天马桶还是没通过，需不需要叫腾龙集团人下来处理？这样的角色您出手未免太掉价了。不用了，这个家伙我在叶家已经忍了他3年了，今天正好拿他出出气。他妈再不出来，我他妈就砸穿了啊！我知道这车应该不是你的了啊！我把窗户砸了，你赔不？ 你他妈赔得起吗？我给你3秒，要是再不下，我砸了啊！3、2、1，上！这小瘪三，他妈挺能打的。这两位。 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从扶桑请过来的大海鲜，今天会让你好好吃个够，上！哎，你别过来啊！你别过来！啊！哎，我可是腾龙集团的人，你要是敢动我，我也吃不了兜着走。腾龙集。 你利用腾龙集团的名声勾结外寇，你可以悄悄告诉他，我也是腾龙集团。你在说什么？是不是我们腾龙集团安保部门吗？难道是叶希寒吗？哈、啊。
小子，我告诉你，我的人来了。<笑>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你？哎呦，不是我的人，难道是你的人啊？啊！腾龙集团所有人听令，把这个人打残，然后把他的骨头整去喂狗。你就这么确定待会儿被打残的人是我，而不是你？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嘴硬呢？啊！我知道你很能打。 怎么？你难不成要单挑我们整个腾龙集团吗？闹死！腾龙集团人听令了，眼前这个人的脸给我记住！待会儿我只要一声令下，我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废物，这就是你三番五次得罪我的下场。我现在问问你，错到哪儿了？说，哼，错就错在。 你不该得罪我，我可是腾龙集团的人。我告诉你，今天在场的人只是我们集团的冰山一角，我还有千千万万的人，一人一口唾沫星子就可以把你淹死。我就问你怕不怕？啊？这么多人，我确实是有点害怕。怕了是吧？晚了，我的人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不像你，一点三脚猫功夫，只知道装。我的人弄死你啊，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那你就别光说不练了，赶紧让他们动手吧。大家比划比划。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找死！来人呐，给我把眼前这个人的骨头给我拆了！怎么回事？听不见是吧？动手呀！一个个都聋了是吧？ 动手啊！要我再说一遍吧，动手啊！剑魔王兰，很平。我看你是皮痒是吧？啊！你空气私用，大的胆子！宁儿老板，您怎么在这儿？小子，你知道我老板在这儿，你还下套引诱我？太惊险了吧！啊！ 这不过是你自作自受吧？你，沈冰，从今天起，你被腾龙集团开除。啊，并且集团会彻查你的财务问题。宁儿老板，你不能开除我呀！我可是大老板支招进来的，你开除我，大老板知道吗？我，你刷了一个星期马桶还不长记性，自己招惹谁？你招惹谁了我？开除你。 就是大老板的东西。行了，你们走吧。下套陷阱，绝不会放过你的。 苏总，别来无恙啊！李总，<笑>这叶家可真是如日中天呐！听说了吗？今儿叶老爷子做寿，腾龙集团将会送出百亿订单，作为贺礼。早就听说了，没想到叶老爷子的寿宴，腾龙集团都要送出贺礼，可不是吗？两位老总好！哟，久仰久仰，这叶家果然个个都是人中龙凤啊！<笑>我敢保证啊，不出十年，叶家必将问鼎海州第一家族的宝座。 苏总，您客气了。今天这一切啊，要感谢我这好女婿沈冰，是他为我叶家呀带来了百亿订单。<笑>九都监狱大当家徐等贤到。这就是有着绝世降龙之称的大夏至尊齐等贤。大夏武官军，请入洞。 另一位大夏至尊，武安君秦牧也来了。这叶家究竟什么来头？你们还不知道吧？我姐可是大夏至圣天师夫子的亲传弟子，这两位大夏至尊一定是看在我姐的面子上才来的。见过二位至尊大人。见过叶小姐。见过叶小姐。二位还请稍等片刻，等夫子入席了，宴会就开始。二位请上座。 他这个混账东西怎么来的？我看呀，肯定是跟着两位大人混进来的。陆晨，哇，你这个废物赘婿，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今天是老爷子的寿辰，我为什么不能来？
今天是我叶家的寿宴，现场来的可都是身价过千万的大老板，连大夏的至尊都来了。你一个穷苦来到这里是给我叶家丢人的吗？陆晨，我警告，今天可是我叶家接手腾龙集团百亿订单的大好日子，你要是敢捣乱，我会让你后悔的。听说这个人是叶家的废物赘婿，不是被叶家给休了吗？他怎么来的？还用说呗，叶家拿到了腾龙集团的百亿订单。 换谁不眼红啊？哼，这小子估计肠子都悔青了。老爷子对我恩重如山，今天我是来报恩，别怪我跟你撕破脸皮。一个废物而已，撕破脸不还是废物？你以为我们会怕你？看在老爷子的份上，饶你一次。再有下次，你小心我辣手摧花。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纵使强如夫子又如何？来人了，家伙给我赶出去！ 我看谁敢把陆先生赶出去！朱战神，虽然你是我姐的师姐，但是我们叶家的家事也轮不到你管吧？叶小姐，麻烦你开口之前先学会如何与一名强者说话，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强者。麻烦师姐。 请你尊重一下我的家人，麻烦让你的家人先学会如何尊重女性。陆晨，你就打算一直躲在这个女人的身后，你就不能有点自己的事业，非要当一个只会吃软饭的窝囊废吗？原来我在你心里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是啊，结婚三年，你知道外面的人都是怎么说我的？说我嫁给了一个废物。我是废物？你跟我姐比，你当然是废物。我姐可是高高在上的夫子。 金蝉，而你呢，只不过是一个只会躲在女人背后、一个毫无担当的孬种罢了。叶知秋，你真的了解我？如果我说你还有女人成为叶家，你们今天所得到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相信吗？好了，我知道你哪来底气，后说这番话。所以你是要看我的底气是吗？恳请夫子收我为徒，只要您愿意收我为徒，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哪怕像个婢女一样在您身边端茶送水。 夜里人多眼杂，逐鹿之战，风波刚平，多外敌，都在寻找您的下落。你不是要向我证明什么吗？证明给我看呀！离开了我，你连活下去都难。这就不用你费心了，我自己会想办法。对，是不用我费心，你借着你这张小白脸继续吃软饭。朱战神，我承认你的武功很高强，但你看男人的眼光确实不怎么样。陆晨。 一个连我姐都看不上的垃圾，没想到你这个女战神竟然会当个宝。大喜之日，何必为了这个废物而伤和气呢？我想朱战神也是被这个废物给骗了。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坐坐吧。各位坐坐的。哎。 我今天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情，今天宴会的所有位置是按照贺礼的价值而定，你呢是朱战神的孙子，他可以坐，但你不行。阿冰，我们也没那么不通情达理嘛，我们可以看在朱战神的份上，让你站在后排观礼，怎么样？<笑>来了就是客嘛，啊，怎么能让我们的客人站着？这样吧。 看来我之前给你的教训还是够的。丫爷，他又打我呀！他怎么？阿冰说你很委屈到你了？你在我家这些年不也是吃剩菜剩饭吗？和狗也没什么区别吧？我是看在知秋的面子上才喊你一声妈。你要是再敢对我出言不逊，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你还想对我妈出手不成？你毫不明白，大家为什么想你，这本来就不是你该来的地。即使你跟着朱战神长亭混迹，你和我们也不是一个世界。强行挤进这个圈子，只是徒增笑，你不觉得大家看你眼神很像一个小丑吗？小丑，我在你心里就是个小丑。够了。 这里是1000万，拿去做点小生意，娶个普通的女孩，就当是我对你的补偿。这点小钱，我还看不上。你能不能认清现实啊？
自身没有实力，靠着吃软饭，迟早会有被抛弃的一天。况且杀伐果断的女战神朱师姐不是那么好惹，一旦她有一天识破你的花言巧语，你知道你的下场会是什么？我什么下场就不用你操心了。我给老爷子送完寿礼就走。你那点贺礼啊，我们看不上。这钱他还要不要？ 谁送的贺礼价值越高，谁的位置就最靠前，没错吧？没错，你这个穷鬼啊，赶紧找个角落跪着去吧！哎，你这个窝囊废，你干什么呢？赶紧滚下来！你要捣乱是不是？我送出百亿贺礼，请问我的座位应该在哪一桌？臭屌丝，装装逼，玩一玩就算了啊！装这么大，谁信你啊？谁是傻子？ 我信，你这个废物赶紧滚下来，别在这丢人现眼。你要是出手就100亿，那身价至少得上万亿。你要是真这样，哼，还用得着在我叶家洗衣做饭吗？这年轻人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我现在总算知道了为什么叶小姐要和他离婚了。哎，这腾龙集团的人怎么还没来呀？不是要送出百亿订单做寿礼吗？难道堂堂腾龙集团？ 要出尔反尔了吗？这你就要问问沈大少了。你不是说这腾龙集团的百亿订单是你一手促成的吗？是啊，阿兵，你不是在腾龙集团的商务部吗？赶紧打个电话问问。行，叶阿姨，恐怕你还不知道，这个家伙已经被腾龙集团开除了。哎，你别胡说啊，血口喷人，我告诉你。阿兵，是真的吗？ 没有，那个腾龙集团呀，业务比较繁忙，有可能是因为什么琐事耽误了，也说不定。那你赶紧打电话呀！妈的，腾龙集团的订单怎么还不到？难道集团内部的消息是假的？我看呐，这电话就算是打10000年也打不通。你们不就是想看看我送的贺礼？好，那我就让你们看。 出来吧，等一会儿你们就知道叶家的百亿订单到底是谁送。腾龙集团百亿订单到！腾龙集团百亿订单到！宁老板，妈，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腾龙集团的二当家宁卓，宁老板。哎呀！ 宁老板，欢迎欢迎，快快请上座。我叶家呀，在前排给您留了位置。不必了，我跟你们叶家不熟，我只是奉了老大命令，来给叶老爷子送上百亿订单作为贺礼而已。这百亿合同居然是腾龙集团最神秘大老板送的，爷爷竟然认识这样一位大佬，我怎么不知道？父子。 我刚刚得到消息，叶老爷子已经昏迷好几天了，正在医院的ICU 里躺。叶家筹办这场寿礼，只是为了得到腾龙集团的百亿订单。叶家这帮人，当真是在玩火啊！我收到消息，你对外宣称腾龙集团给叶家的百亿订单是你促成的，你算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影响老大的决策？我你什么你？你。 被腾龙集团开除了，若是日后我再听到你借着腾龙集团的名声招摇撞骗，看我把你的腿打断啊！信平，你被腾龙集团开除了，这什么时候的事儿？他，这小子设局，他阴我的，还真是光。没有寿星的寿宴叫寿宴，为了百亿订单，还真是不要脸。叶知秋，爷爷对你那么好。 现在爷爷危在旦夕，你是怎么做到跟别人谈笑风生的？我看这百亿订单还是取消了吧。你算什么东西啊？腾龙集团的百亿订单，你说取消就取消？宁老板，您看咱们什么时候签约呀？不好意思，这订单是给叶老爷子作为贺礼的。既然老爷子不在，这订单腾龙集团自然是要收的。 否则我跟老大也不好交代呀！是，我们走。哎，叶总，叶总，想不到叶家是这样的人，都散了吧。没有百亿订单，
叶家屁都不是，本来以为叶家抱上了腾龙集团这条大腿，哼，没想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走了走了走了！别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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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志庆，你如此品行，何德何能，让夫子收你为徒？你个小畜生，都是因为你，我叶家的白银订单怎么取消了？ 叶老爷子在哪个医院？带我去看他。若尘，你给我站住！你个白眼狼，三年来你占我叶家，骗吃骗喝，不但不知道感激，还坏我叶家前程。我就是养条狗，他也知道对我娘有尾巴，连狗都不如啊！还对，叶阿姨，他就是连狗都不如，还设局诬陷我，害得我从集团被开除了。你啊，连狗都不如！哎呀，他当了我三年账。 他骂骂我也就忍了，算是什么东西也敢对我指指点点。若尘，你难道心里一点愧疚也没有？愧疚？我为什么要愧疚？是，为了拿到腾龙集团的订单，隐瞒爷爷的病情是我们做的不对。但你不应该搞砸这一切。你知道我们一家人为了这次寿宴，为了拿下这白银订单，准备了多久，付出了多少吗？现在，这一切都因为你毁了。这么说。 你们拿老爷子的寿辰来骗取腾龙集团的订单，到头来还是我错。你有什么好狡辩的？不就是被我姐逼着离婚，心有不甘，故意报复？你就是见不得我叶家，像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我见多了。哎，陆先生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你没有资格这样说。说错了吗？他就是一个阴险的小人，下三滥中的下三滥，废物中的废物。行了，话既然都已经说到这份上。 叶知秋，明天我们民政局见。啊，我求之不得，陆晨，你就是一滩永远也扶不上墙的烂泥。叶小姐，陆先生今天给了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却不知道珍惜。明天你就会知道你到底失去了什么。希望你日后不要后悔。我永远也不会后悔，我只会后悔当初听了爷爷的话，选择再。 这种小面子和受罪的事情，倒是像他能干得出来的。哎，看他来了。你们先回去吧。是。哎呀，这真不愧是被朱战神傍上的这个小奶狗啊！小几百万的车，说砍就开过来了。你有这闲工夫管我，不如还是想想自己怎么应对腾龙集团的财务审查吧。哼，我就让你先蹦跶几天，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栽到我的手上。 吃完我叶家的软饭，就是朱战神的软饭，你怎么不知道害臊啊？我要是你啊，就干脆找个豆腐撞死算了。话也不能这么说呀，你说不定人家乐在其中呢，成为你战神的男宠，赏不二十年。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恶心。我看你和朱战神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这么对我，难道一点廉耻心都没有？也不知道是谁，一成为了高高在上的夫子。 就迫不及待地把和你朝夕相处三年的丈夫一脚踹开，到底是我不知廉耻，还是薄情寡义？现在说这些也没用，走吧。也罢，是时候给这三个富婆赶紧画上句号。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跟上呀！哎。 恭喜你，解脱！也同样恭喜你，现在你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和朱战神宣爱。不过可惜的是，那位天下无敌的夫子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对他也没有那个意思。最好是这样。去吧，好好伺候你的女战神去。 他今天怎么这么爽快就同意签字离婚了？志秋，
你刚才在里边是不是偷偷给他塞钱了？姐，你现在彻底恢复自由身了，你岂不是可以尝试自己发展一下？我还不知道夫子对我有多那个意思。怎么会没有呢？你忘了是夫子逼他签字离婚的，还让他净身出户，怎么会对你没意思呢？有什么事吗？夫子，我想见您一面。才刚离婚，你就这么迫不及待了？找我有何事？我来是想告诉夫子，我已经彻底和陆晨离婚了。从今以后，我就可以一直跟在夫子身边，心软。没别的事了？那还有，我要感谢夫子帮我逼陆晨签离婚协议，助我脱离苦海。离婚协议是他自己签的，我没有逼他。不可能啊，这陆晨怎么？你是在质疑？说谎？只求不改。把衣服脱了。夫子，这也太着急了吧？干什么？不是夫子让我脱衣服。练功难道不需要换衣服吗？换好衣服，我去楼下。难道夫子那方面有问题，对女人不感兴趣？夫子，这里是……当年我就是在这里指点的齐等闲和齐墨，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好了，我们开始吧。练武讲究基本功，应当从小练习。若你不是无垢之体，我断然不会收你为徒。什么是无垢之体？无垢之体是千年一遇的练武奇才，有先天和后天之分。我便是先天无垢之体，而你则是后天无垢之体。我是后天无垢之体，可我从未接触过武道，怎么样才能成为后天无垢之体？有一种鱼叫昆山龙鱼，是武道至宝，若是有人能够吃够1000条，便可成为后天无垢之体。这么简单？简单，这种鱼可遇不可求，而且这种鱼在黑市的起拍价2亿，并且有价无市。那岂不是要2000亿？这个世界上只有傻子才会花2000亿去买鱼。口中的那个傻子就是我。这3年，你吃下去的昆山龙鱼又何止2000亿？不过说来，陆晨倒是经常做鱼给我吃。难道说？不可能。绝不可能是陆晨，他钓的鱼怎么可能是昆山龙鱼呢？啊，一定是我想多了。他那么自私的人，怎么可能把那么珍贵的东西给我呢？跟我练习还敢分心？知秋知错。姐姐，看一下你的基本功。高了。好疼。你若是觉得辛苦，可以不用跟着我练习。夫子，知秋不辛苦，我可以的。屁股不用抬那么高。你是我见过天赋最好，但是脑子最笨的学生。我接下来教你一招，你好好看。嚯！你来试试。夫子，我怎么越是靠近你，越觉得你很是熟悉？您的面具。夫子，你为何周日戴面具时，难道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我可不可以看看夫子您长什么样子？会有那么一天的，不过不是现在。今天的练习就到这儿，你可以回去了。哎，
雨秋，你在哪儿？快回来，你爷爷快不行了。夫子，我家中有点急事，我要先走了。爷爷，你说什么呢？你打错，我听不见。哎，这，爷爷，爷爷，你拿多少呀？啊，您是不是在海州还有被遗忘的家产呀？啊，爷爷，什么？大声点，您大声点，我听不见呀、啊，爷爷。爷爷，爷爷，你怎么样了？爷爷，爷爷，你不要吓我呀！医生，医生在哪里？哦，那个我请了华神医了，你不操心，马上到。小鹿在哪儿？爷爷说的什么呀？爷爷问陆晨在哪儿。哎呦，赵公子，您来了。病人在哪儿？石秋姐，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海州镇守赵无极的小儿子赵柯先生。这位便是夫子亲传叶知秋叶小姐，久仰久仰。知秋姐，赵公子知道咱家要寻医，所以二话没说，把自家御用的华神医请过来了。你看，您就是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医道圣手，华清阳化了。没想到你这女娃子还有点见识。切，有什么了？我姐还是父子亲传呢，行，就到屋里给华神医道歉。爷爷还等着华神医治病呢。老夫很久没有出来给外人治病，我能来是看在二公子的面子上。不过我丑话说到前面，不管我能否医好叶老爷子，你们叶家都要给我付一个亿的礼。一个亿？你怎么不去抢啊你？知秋，这也太贵了。这老爷子也没几年好过，要算了吧。哎呀，咱们家为了准备你的拜师礼，我们叶家已经掏光家底儿了呀。哼，治不治随你们，难道还要老夫求着你们看病？华神医，等等。华神医，我们治。姐。这家伙明显就是坐地起价。知秋，你是夫子的亲传弟子，要不你去求求夫子。哎，阿姨，不敢不敢啊，这点小事儿怎么能惊动夫子大人呢？再说了，知秋姐那是有可能成为夫子夫人的，你万一惹到夫子了，这……妈，我觉得阿云说的有道理。好了，别说了。华神医，这一个亿的诊金确实有点贵了，我们叶家确实拿不出那么多钱。哎呀，完了！要不然这样，给我个面子，打个折，千万。好，我就给赵公子一个面子，五千万。叶老爷子的病我治了。哎呦，知秋姐，谢谢赵少呀。哎，叶小姐不必多礼，你要真感谢我呀，晚上带着叶西小姐一起请我吃个便饭。这，哎呀，就这么定了，一顿饭呢。值五千万，不愧是海州镇守家族，果然大气、啊哎、大气大气大气。那好吧，神医，请。一群蠢货，这个家伙摆明了就是骗你钱，爷子根本就没病。你这个窝囊废，你来干什么？你来干嘛？这里不欢迎你。爷爷，你放心，今天就算是阎王要你的命，也把我家官拉回来的。你个死不要脸的，你在这干嘛啊？你耽误了华神医的救治时间，这个事儿你负担得起吗？你对你负担得起吗？说了，爷爷他根本就没病，他不需要治。爷爷都这样了，你还说爷爷没病？压根没安好心，你真是个白眼狼！爷爷对你这么好，你就眼睁睁看着老爷子去死。啊！你真是个没良心的东西！陆晨，门在那边，请你出去。你要耽误了神医给爷爷救命，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原来你就是叶小姐的前夫啊！那个赘婿果然跟传闻中一样不堪。试试，我试试。我是海州镇守赵无极次子赵柯，废物，识相的话。给我滚远点儿，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要是你爹知道你这么跟我讲话，他可是会把你的头拧下来给我当球踢。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赵二少请来神医为爹救命，你不但不感激他，你还这么诋毁他。老夫行医30年，病人有没有病我还是看得出来。叶小姐，我诊病的时候不喜欢有人打扰，还请你把这无理的红罩打出去。你给我出去，别怪我对你动手。出去，出去，出去，这个没眼了没心没肺的东西，滚滚滚出去，滚蛋。这个白眼狼，他以为我们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对不对？爷爷病危前给陆晨留了遗嘱，他肯定是在哪里知道了这个消息，这是盼着老爷子死呢，等着分钱呢。就是，真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行了，苍蝇别赶走了，还请神医出手救救我爷爷。这是老夫家传的救命13针，每用一次都要消耗老夫巨大的真气，收你5000万诊费，便宜。知秋，先谢过神医。这老家伙都是装的像不像样啊？我500万的介绍费，不了了。爷爷，这神医这是怎么回事啊？爷爷，有道理，救命13针，从来没有失手过呀。哎呀，本来华老师可以救你们家老爷子的，但是啊，都怪刚才那个废物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哎，就是他，正是正是，就差一点点。都怪这个窝囊废呀！你放心，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救命13针，我看是夺命13针吧。你又是谁？敢质疑老夫的医术，在老夫面前放肆！见过夫子。他就是至圣先师夫子，海州镇守赵无极次子赵科，参见至圣先师。夫子，你为何无缘无故对我出手？你挡我路。放手。我说你的医术是垃圾，不服？服，我服。您是天下的至圣先师，小的怎敢不服？夫子，华神医的医术年龄高，我可以理解，但是华神医也是医道圣手，不至于到垃圾的份上吧？我说话，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这就是夫子吗？好霸气，我好喜欢。叶老爷子只不过是大寿将至罢了，至于他原本的绝症，早就被人治好了。治好了？谁治的？拿线到了，那岂不是说我爷爷已经无药可救？夫子，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我爷爷！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种情况就算大罗金仙来了也回天乏术。夫子他就算……爷爷，你醒了！你来了。爷爷，爷爷错了，他不是陆晨。陆晨，他是我的老师，是裴野狼大夏侯树强得知圣仙师夫子。原来是我看错了。老爷子，我刚才已经用功法为您延寿了3年。神乎其技啊，逆转生死，阴阳颠倒，夫子真乃神人也。夫子，你让他们都出去吧，我有话赶紧跟你说。可以，你们都先出去。是。啊，把面具摘下来吧，在爷爷面前还装，你累不累？爷爷，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呀？
谁会花十年的修为为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续三年呢？你忘了，三年前我在域外的战场上救你的时候，带着小面具。爷爷的救命之恩，陆尘莫齿不忘。你和知秋的事啊，我都听说了。这孩子没这福分呐、谁会想到，让我从战场上捡回来的臭小子，居然是大夏的至圣先师啊！爷爷，我这条命都是您给的，您说这话就见外了。你放心，你的身份呢、我不会向外透露的。可是爷爷这心里啊，总想让你和知秋破镜重圆。知秋啊，是个好孩子，他的心不坏。再说吧，爷爷，感情的事情强求不来的。老少，这是这样真的好吗？知秋姐可是夫子。哎呀，怕什么呀？叶知秋乃是污垢之体，是最好的小舅母。我父亲海州镇守，好歹也是一方至尊。等我父亲跟叶知秋双修之后，一旦突破，即使是夫子又有何惧？而我和我大哥一定会轻松突破战神境的。夫子三人真会玩。哎，赵少，叶希这是怎么按下？腾龙集团1000万债务不是老子帮你还的啊？老子玩玩你妞怎么了？你的妞值1000万？赵少教训的是。不过没看我跟叶希看了这些，也是我俩看没那个过的，他至今都是不出，那不更好不过了？我玩完接着上。真是叶希这么好的白菜，怎么能让这个猪给走？叶小姐。今日虽然是夫子救了我一命，但也感谢赵二帅的出手帮助。哎呀，知秋小姐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哎，话不多说，来，我们先喝一个。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干杯，干杯。真的吗？碰见这个家真晦气。哎，老兄，唱的什么？哼，你啊，先去把房间开好，等会儿我先把他先送回家关去了。是，赵少。夫子，叶希和叶知秋好像在里面。在里面。青山镇清风，我们这徒弟不仅实力不行，智商也是地方的徒弟。你去救叶希，我去看看叶知秋。是。哎呀，原来是你小子呀！怎么着，想学别人英雄救美啊？你前妻都那么嫌弃你了，现在你还想多管闲事啊？叶知秋可是夫子的亲传弟子，你这么做就不怕夫子怪罪下来？怪罪？这儿就咱们两个人，等我把你解决了，谁知道是我干的？解决我？你还真是大言不惭。小子，你现在还是不知道我的厉害。我告诉你，我爸乃是堂堂海州镇守，我6岁跟我父亲一块习武，18岁我就进入了宗师，马上我就要踏入战神境，连我父亲的绝学八卦掌我也练得炉火纯青。你现在还敢说我是大言不惭吗？即便是你父亲，在我眼里也不过是一个比你稍微强点的蚂蚁吧。竟敢侮辱我的父亲，难道你不知道宗师不可辱吗？小子，告诉你，今天你在我手里绝对不会死得那么痛快。正好小爷我有点癖好，等会儿拿下了你，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今日我就站在这儿，你尽管出手，我要是动一步便自刎当场。小子还敢看不起我，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用八卦掌把你打成齑粉。怎么可能？小子，八卦掌不是这么打。赵少，赵少，死了！你个废物东西，你竟然杀了赵少！海州的天要塌了，就等着面临海州镇守赵无忌的怒火吧你！就等着面临海州镇守赵无忌的怒火吧你！
要是赵无极敢来找我的麻烦，我不介意让海州换一个镇守。是海州赵家吗？你们二少爷，舅，我实在受不了了。真是，可怕！救命！我实在受不了了。就是这儿，我亲眼看见这个废物把知秋姐带进去了。陆晨这个废物，知秋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一定不会放过他。去，走，这是，快点！怎么？这个畜生！我想你们应该是误会。误会？误会什么误会？我亲眼看见你骑在我女儿身上。你好大胆子！我姐姐可是傅子的亲传弟子，你竟然敢侵犯她！要不是我出手相救，你姐姐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师弟，乱念杂陈，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废物在你的酒里面下药，搞得你通魂不轨。如此。现在你还有什么好？昨晚明明是沈冰莲和赵柯给你酒里下药，海州镇守正值突破之际，而你恰好亦是无垢之体，他们的目的应该是把你引往双修的楼顶。他胡说，那明是他下的药，他把赵公子给杀了，他把赵公子给杀了。什么？陆晨把海州镇守的次子给杀了？对。妈，你怎么会听我说呀？海州镇守作为大夏最强镇守，一身实力早已步入武道巅峰，是大夏天花板之一。陆晨，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敢杀他的儿子？就要问问你自己了。他要不是对你图谋不轨，我怎么可能杀他？陆晨，到这种时候了，你还要狡辩吗？我知道，我逼你和我离婚，你心有不甘，想要报复，但你也不应该选择这么下作的方式。赶紧的把他绑起来，送到海州镇守那里，平息海州镇守的怒火，以免牵连到我们叶家。不错。赶紧把这个废物绑到海州镇守家里去！没用的，海州镇守真正想要的人是你，所以他一定会找出叶家，即便……所以他们的意思也是你的意思，对吗？这一巴掌是对你今晚侵犯我的惩罚。念在我们往昔夫妻的情分上，你走吧。海州镇守的怒火你扛不住的。还是一如既往。不义，姐，你就这么放他走了？海州镇守的怒火牵连到我们叶家怎么办？我难道要去求父子吗？你赶紧走吧，趁我还没有改主意之前。赵无极，我亲自解决，不用担心受委屈。陆晨，你还是你。大王，今日之后，你我往日情分烟消云散。还愣着干嘛？赶紧滚呐！夫子，恕我直言，叶知秋是您的徒弟一天，你与他的感情便会一直纠缠不清。夫子是时候与他做个决断了。你意思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夫子该与他断绝师徒关系。你有没有想过，若是有朝一日，叶知秋知道他所崇拜的师父正是他弃如敝履的前夫时，他该如何？你说呢？当然，夫子如果不放心叶知秋小姐，大可以把她交给绝世强人齐等仙。或是大夏武安君来教导。告诉他，从今日起，他叶知秋便不再是我的弟子。另外，你替我把这个还给他。是。怎么样，夫子还是不愿意见我吗？夫子让我通知你，从今往后，你再也不是他的。怎么会这样？我不相信。夫子让我交给你的。陆晨的戒指怎么会在夫子手中？难道是因为陆晨不在我去救门外吗？夫子，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现在仍是处子之身，那晚我与陆晨并未发生什么。夫子，夫子。都是因为你，如果不是你，我也不会被夫子逐出师门。二公子一路走好。
哥儿，放心，杀你的人，无论他是谁，无论他在哪儿，就算他跑到天涯海角，我一定把他抓来，让他的家人为你陪葬。请镇守大人起来。哎，急什么矮？你急挨的是敌人。即日起，谁查到杀我儿子的凶手，赵家必有重赏。愿为镇守大人效劳。我知道是谁杀了你儿子。知道杀我儿子的凶手？我不但知道他是谁，我还知道他现在在哪。在哪？他现在就在你面前。谁给你如此大胆，杀害我海州镇守的儿子？叶知秋再怎么说也是我曾经的妻子，你们父子二人把他捉去，想作为双修的奴隶，你们问过我了吗？你是叶知秋的前夫，那个窝囊废老公，双修奴隶，看来你知道的还不少。确实不少。你以为你和沈冰联合起来勾结扶桑人，渗透我华国，神不知鬼不觉吗？确实知道的不少啊！看你如此狂妄，现在不想让你马上去死，切断你的四肢，做成人质，让你知道得罪我海州镇守，得罪我赵家，什么样的代价？付出代价，付出代价！有气势，我喜欢。今天我就站在。你要想要我的命，就尽管来拿。今天我要让你知道，华国境内走狗进行啊！今天我要让你知道，华国境内走狗进行。你小子找死！你一个无名之辈，也配让我堂堂华夏至尊亲自出手杀你？蛤蟆够了！没想到我时隔多年第一次出手。对手竟是一群连至尊界都不到的小喽啰。狂妄！你知道什么是至尊之境吗？竟然在此大言不惭。儿子，你看着吧，过一会儿杀你的人如何跪在你面前跪地求饶的。放心，一会儿我要让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浮生万仞，万仞归一。你竟然有战神修为，倒是我低估了你，怪不得如此狂妄。就算你有战神境又如何？你难道没听说过一句话吗？至尊之下皆蝼蚁，可以轻易捏死。小子，你还是老老实实投降，镇守大人出手，你恐怕死得连渣都不剩。看来你们是吃定我了。小子，自从老夫踏入至尊之境，就未尝败绩，死在我手下的战神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你以为你的小小的战神会是我的对手吗？那你的实力跟绝世强龙齐等闲，亦或是大夏武安君如何呢？那二位虽说不是夫子的徒弟，却也受到过夫子的指点，如今更是位列武道至尊榜排名前十的大人物。那这么说你还不是他们的对手了？就算我不如他们又如何？对付你一个小小的战神却也足够了。连他们都打不过，在我面前装什么？找死！今天我就用我的成名绝技奔雷拳打死你。一出手就是绝杀。镇守大人今天是怒到极点，你这个小子恐怕是今天化成灰了。你的奔雷拳还给我。他竟然用镇守大人的成名绝技打败镇守大人。你究竟是何方神圣？大夏又有如此年轻的至尊境？你真想知道我的身份，跪下你就告诉我。凭你这种垃圾也配知道我师父的身份？那位是如都监狱的大当家绝世强龙齐等闲，那位是大夏万金秦墨参见夫人。现在知道我是谁？
夫子该如何处置他？他毕竟是海州镇守，杀了恐怕不太合适，把他囚禁起来，听候发落。是。哎，夫子，有句话是当讲不得讲，有屁就放。赵家的大公子带着彩礼去了叶家，据说是去逼婚。逼婚？大概还是因为叶知秋是无垢之体一事。夫子，您忘了，当年您娶于微末还未崛起之时，大夏有多少女战神想拉你去双修，就是因为您是无垢之体。都怪那个废物，公子本来对知秋就有好感，要不是陆晨那个小畜生玷污了知秋的身子，夫子又怎么会把知秋逐出师门？姐，你昨天就不应该放陆晨那个废物离开，放他死在赵家手里算了。真是晦气的东西！我想啊，他的尸体不凉透。我听说海州镇守亲自动的手，即便他是朱战神的男宠，那又如何？人家海州镇守那可是大夏至尊。除非什么？除非夫子出手。但是一个朱战神的男宠，上不了台面的废物，人家夫子怎么可能出手？不可能呀！你是死了活该。你们与其现在讨论这个废物，还不如赶紧想一想怎么样给赵家做一个合理的解释吧。赵家公子可是跟知秋姐出去吃饭的时候出的事，而且呢还是死在姐夫的手上。你觉得赵家可能放过你？都怪这个废物，现在知秋没了夫子亲传弟子这份身份的保护，赵家要是找上门来，我们叶家拿什么挡啊？赵家大少爷赵天齐到！赵家大少爷赵天齐到！快出吧！知秋见过赵大少。你就是叶知秋，模样倒长得不错。秘密的事我听说了，知秋在此身边人。遗憾，叶小姐认为我弟弟的事，一句轻飘飘的遗憾就可以接过去了。赵公子，你弟弟的死和我们知秋是没有关系的，都是他那个废物前夫干的，冤有头债有主，你去找他吧。我听说你们叶家知道陆晨是杀我弟弟的凶手之后，非但没有把他绑着送到我的赵家来，还把他放走啊？是否有此事？是你透露出去的。知秋姐，别怪我呀，不怪我，真别怪我，是那个废物惹的祸呀。不过我想现在那个叫陆晨的家伙已经被削为人质，摆在我弟弟的坟前赔罪了。赵公子，既然那个十恶不赦的废物已经伏法了，那你还来找我们做什么呀？我爹乃益州镇守，我赵家偏雕惨死，杀一个废物赘婿怎能扬我赵家之威？说出去了外人还以为我赵家无人呢。今天我就拿你们叶家开刀，让整个海州看看我赵家仍是海州的王。赵大公子，我叶家是无辜的呀。叶家是否无辜，你说了不算，我说的才算。赵天齐，你是要赐死我们叶家？赵天齐，你想赐死我们叶家，你凭什么？凭什么？凭我赵家是海州镇守当之无愧的王。要怪就怪你那个不争气的前夫吧。赵公子，求求你，我不是叶家人呀，别杀我行吗？我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呀。沈明，你这个混蛋，想利用我们就要订婚了你！哎，赵天齐，你如此草菅人命，难道就不怕镇守大人知道吗？啊！这就是我爹的意思。什么？岂有此理！你们赵家简直无法无天，你们把大夏的律法视为何物？没了夫子亲传的身份，你在我面前算个屁！是问我，我这姑娘的女儿啊，现在没了夫子亲传弟子的身份，又被逐出了师门，还要被赵家灭门绝户。不是，陆晨那个废物，现在恨不得痛击我哥哥。妈，人都已经死了，你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用了。不过我也不是不能放你们叶家一条生路。赵大公子，只要你答应放我们叶家，我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什么都答应你啊。我的条件很简单，那就是叶小姐成为我的妻子。
只要叶小姐答应成为我的妻子，我弟弟的事一概不究。怎么，我提的要求很过分吗？不过分，不过分。赵大公子，你真是菩萨心肠的。你看你，还答应放过我们叶家，还答应娶知秋为妻子。知秋啊，知秋，你赶紧的，谢谢赵大公子，谢谢赵大公子，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知秋，难起来。叶小姐，我想婚书和白灵之间。叶小姐应该能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吧？姐，你还在犹豫什么呢？你难道想眼睁睁看着我们一家人被陆晨那个废物活连累致死吗？赵大公子，我答应。赵大公子真是玩的一手恩威并施的好戏。陆晨，你竟然没死！陆晨，你竟然没死！陆晨，你就是烧我弟弟的凶手。我很好奇，你怎么从我父亲的手中逃走的？那你就要去问问他了。至于他现在开不开得了口，那就不清楚。陆晨，你知不知道，你要害死我们叶家了？哎，阿姨，以前看在知秋的面子上叫你一声丈母，现在你在我面前连个屁都不是，再敢对我，可就不是一巴掌的事。陆晨，你竟然敢打我妈！那是你妈，又不是我妈。我都记不清楚这三年在你们叶家挨过她多少巴掌。她现在对我不敬，我还不能打她了。你这个长幼不分、尊卑不辨的东西！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想在我面前玩枪山阵，咱们两个的分量还不够。你以为这样做就能让我放过你吗？你想的太天真。敲山震虎。你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你在我眼里最多就是一只上不了台面的耗子。你竟然敢这样和赵公子说话，你是想找死吗你？小子，从我父亲手中逃走算你运气好，今天你主动送上门，你就不会有一个好下场了。来人，把他给我杀了。我看谁敢对陆先生动手，我看谁敢动陆先生。朱战神，你怎么来了？赵公子，你有所不知，这陆晨是这朱战神的男宠。男宠？一个堂堂大男人竟然会成为别人的男宠，这跟当鸭子有什么区别？陆晨，你有本事一辈子躲在女人的身后。朱战神，此人杀了我的弟弟，一个男宠，杀就杀了，我相信你应该没什么意见。只要你敢动他一下，我敢保证今天死的人一定是你。区区一个男宠而已，像他这样的货色，朱战神，你要多少我给你送多少。即便你是至圣仙师夫子的徒弟，你确定要为了这么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海州镇守赵家作对吗？作对倒是谈不上，我只不过是看在你驻守海州多年的身份，给你们赵家留一条香火吧。我父亲的海州镇守，大夏天花板级的人物，知道天花板有多高吗？说出这样的话。大夏的天花板有多高是由夫子决定的。请你的意思是，你的话代表夫子，夫子会为了这样的一个小人物和我赵家开战？你到底要护着他到什么时候？是他杀了人在先，你身为一个战神怎么如此黑白不分？黑白不分的人是你。此人与赵家二公子联合给你们姐妹二人下药，若不是陆先生及时出手，你妹妹的清白早被毁了，而你则被沦为双修的炉鼎，成为被赵家修炼的根基。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陆晨是你的男宠，你当然会向着他说。行了，即便你说再多他也不会相信，他永远只信他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知秋姐，我绝没这么干啊。小肚鸡肠的家伙知道你要嫁给赵大公子，所以才拉着朱战神一起骗你，他呀就见不得你好。你想找死吗？姐，估计上次也是陆晨这个废物在朱战神耳边吹枕边风，所以朱战神才毁了你的拜师宴。
看呀，夫子之所以把你逐出师门，这女人肯定不少在夫子面前就是更好了。卢战士，看来你执意要保这个男主。好，既然这样，三日之后，父亲周镇守、大夏至尊将会亲自为我和叶知秋来证婚。届时，在婚礼上，我会召集海州所有的武道世家，发起对陆晨的征讨。海上养卵之时，我看周战士怎么保这个废物。好，赵家对你图谋不轨，我看在往日夫妻的情分上，只要你开口，我敢保证赵家没有任何人敢强迫你。你这个窝囊废，都这个时候了还在破坏我女儿的前程啊。你靠什么护我？靠躲在这个女人的身后吗？你不会还觉得朱战神能护着你吧？我想你也太小看一州镇守，也太小看一位大夏至尊了。叶小姐，我看是你太小看陆先生。你不会觉得夫子真的会为了救陆晨而出手吧？夫子是一个眼里多么容不下沙子的人，你若是为了救他去向夫子求情，说不定夫子会第一时间杀了他。反正我现在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三日之后你的婚礼我会去，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让你看清楚赵家的真面，同时也会让你知道至圣先师夫子到底会不会为了我这样一个小人物出手。我爹失踪了，到底怎么回事？我想镇守大人被什么要紧事耽搁了。要紧事？还有什么要紧事比我的婚礼更重要？三日之后你的婚礼上我会出现。这赵家不愧是海州的镇守家族，这海州一省之地所有的顶级家族都到齐，还包括海州的四大世家。人赵公子父亲赵无极镇守的可是大夏至尊，你也太小看大夏至尊的含金量了吧。今天来这儿的人啊，可不只是海州的这些顶级武道世家，还有剩下那几位至尊大人，人家看的呀可都是赵无极赵镇守的面子。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婚礼，从今过后叶知秋就是本少的妻子了。听说这赵公子那方面的嗜好十分变态，怀死的女人不计其数，这叶知秋嫁给他不知道能活多久。应该不会吧，听说这叶知秋当今大夏至尊先生一样是无垢的身体，这可是绝佳的双修人，吓得脸而死，不免太暴殄天物了吧。你是在遗憾得不到此等绝世尤物吗？先前这叶知秋亲手当年整个大夏神医的，也就是这个叶小姐被夫子是门，若不然呢，就是赵天齐十个大夫他也不敢动这个叶小姐。请诸位休息，切莫着急，等我父亲一到，婚礼立刻开始。不急不急，赵家身为海州的镇守家族，我等能参加赵公子的婚礼已经是我等的荣幸了。我刚才听你们各位聊得还挺开心的，难道是对赵家举办的这场婚礼有意见？赵公子和叶小姐可以说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我说在座的诸位不会反对吧？是，我反对。你这是废物，你竟然一个人来的，今天这看来这个废物对你还死心不改呀。陆晨，这不是你盖来的地，苏慧敏也太着急了吧。陆晨，你这么纠缠这让我觉得恶心。你未免也太自以为是了吧。我说过赵天齐娶你完全因为你是无垢之体，而你的无垢之体是我给的，所以只要我不同意，就算是赵家也休想拿走。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坏我姐，破坏我家的前程，不就是因为被我姐逼着离婚，你心有不甘，所以故意报复我叶家吗？不要用你狭隘的眼光去揣测我的想法。陆晨，你赶紧走吧，你杀了赵镇守的儿子，一会儿赵镇守来了你想走也走不了了。走，
王哪儿找的？今日是我的大婚之日，当海州权贵旗帜，官盖云集，我要用你的血祭我弟弟在天之灵。对于你弟弟的死，我实在是感到抱歉。抱歉？抱歉有用吗？在海州，但凡动了我赵家的人，就没有一个好下场。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对于你弟弟的死，我确实感到很抱歉，但是他死有余辜。 你找死！陆池，你疯了！杀了赵家次子，还敢这么挑战赵家的威严？他就是叶小姐的前夫，杀害赵口公子的狂徒，竟然把赵口公子的墓碑给挖来了，简直就是丧尽天良，纯属找死！疯了！这个废物赘婿是想把天捅了吗？ 这个蛇不是狂徒，竟敢如此冒犯赵家的威严，还不够乖乖的跪下领旨？让我下跪，你还不够资格？那加上海州我马家资格还不够吗？不够。再加上孙家呢？也不够。有点意思，再加上海州。王爷呢？还差得远呢。你恐怕连他们是谁你都不知道，就敢在这大放厥词？他们是海州四大家族。 仅次于镇守赵家的存在，他们掌握海州最顶尖的权势，他们随便一句话就能断了你们的出路。你现在还觉得他们够不够资？那又如何？就算是把海州所有的武道世家绑在一起，让我下跪，你们也不够资。你背靠朱战士，瞧不起他们，我倒也理解。但是再加上我海州镇守赵家呢？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你的亲弟弟赵家的二公子，我说杀就杀了，从始至终我就没有把你们赵家放在眼里。看来有些事你还不知道。我已经以我父亲的名义，向着有绝世强龙之称的齐董贤齐大人和大夏武安君、秦牧两位大夏至尊发起了婚礼邀请，而他们都答应了。不愧是海州镇守家族。 连着两位大夏顶级至尊天花板中的天花板都邀请来了。据说，他们两人虽然不是至圣先师父子的徒弟，但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曾得到夫子的指导。如今，他们二人随便一位都能在一省之地横行。我看听到这个消息，你脸都吓白了。看来有些事情你也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什么。 你们口中那两位高高在上的无敌至尊、万人之上的存在，只不过是经过了我的授意才来参加的这场婚礼。<笑>你算个什么东西？就是我父亲也万万不敢，说能号令两位大夏至尊，凭孽来的。刘志，你简直无药可救，竟然还敢说出这么口无遮拦的话！你得罪了海州全部的武道世家不够，竟然敢对两位至尊出言不逊。 现在，即便你有10000条命都不够你死的。赵公子，还和他废什么话？敢与赵家为敌，便与整个海州为敌。先截他一条腿！我倒要看看放养海州180000平方公里，敢与赵家为敌的骨头到底有多硬！来人，断腿！住手！真是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敢与陆先生为敌，你们的命是够硬吗？住手！ 真是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敢与陆先生为敌，你们的命是够硬吗？还不快滚！吴战士，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想保你的难处？我想现在这或许不是应该你关心的事情，你现在要做的是和陆先生道歉，为你、为你父亲、为整个赵家寻求一条生路。我没听错吧？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不给他道歉，他就会带人灭了我赵家。<笑>没错，且不提我父亲贵为一州镇守，乌鸦整个海州，单凭我赵家盘踞海州百年，积攒下的底蕴，就能轻松的将那两位击服。无非他有什么不可一世的大身份，要不然他拿什么来灭我赵家？<笑>就凭他巴巴的一张嘴吗？ 死活的东西！你竟敢打我！打你怎么了？不过你们后半段说的倒也没错，灭你的赵家确实只需要动动嘴皮。陆青，通知下去，把赵天齐的爹赵无极这个废物给我绑上来。是。
我没听错吧？把我爹绑上来？你以为你谁呀、啊？绑来一位至尊？女儿，不要让他再闹下去了，再闹下去，这场婚礼说不定会出什么事呢。洛尘，你不要再闹了。天底下能选的路那么多，你为什么偏偏要选一条必死的路呢？你当初听我的，逃出海州，远走高飞不好吗？叶知秋，今天来是来救你的命。我今日我要是不来，日后死的人就是你。够了，你不要再说这些鬼话了。你以前没和我女儿离婚的时候就拖累她，现在离了婚了还在害她。我女儿啊，上辈子到底这是造了什么孽呀？陆晨，你一天到晚说这些危言耸听的话有意思吗？你不会还幻想着等搅黄了我姐和赵公子的婚事，就来和我姐再续前缘吧？哼，我告诉你，就算我姐同意，我们叶家也不会同意的。趁着镇守大人还没有来，有朱善神护着你，你快逃吧。等到赵镇守来了，那就真的保不住你这条命了。叶知秋，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让开！至于我的命，我就坐在这里，你们谁想拿，就尽管来取。真是玩的好一招喧宾夺主啊。刘晨，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蹦得越欢，待会儿死得越惨。真是好大的口气。小子，给我滚下来。那个位置赵大公主为自己的父亲准备的，是这整个燕京的首座，象征着海州这一州之地108世权力的最巅峰处。非至尊者，非武压一州，非万人之上，不可坐。我确实不是武压一州，不是万人之上者。既然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还不快给我滚下来。我话还没有说完，你急什么？这椅子的高度确实是有些矮，因为我能武压一国，是万万人之上。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真以为你自己能武压全场吗？没错，今日之夜纵观全场，我目光所及之处皆为蝼蚁。这是无法无天，来人给我拿下他。不急，我父亲就爱看好戏，现在把他弄死了，待会儿父亲肯定非常生气。周神，要不要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看看你现在生怕露馅儿、嚣张跋扈的样子。为了今晚这出戏排了不少遍吧。好，既然这样，那就让大家都看看你这出猴戏还能耍多久。周战神，如果夫子知道你的这个男宠如此嚣张跋扈，怎么处置你啊？你到底看到了什么？竟敢冒大不韪，海州诸雄作对，和我赵家作对，他不就是被叶家扫地出门的一个废墟吗？无论身份、地位、学识、才华都不如。我说他是一条狗，不是抬举他。我说他是一条狗，不是抬举他。放肆！他的身份何时轮到你来妄议？他的身份我会不知道？他是在叶家当了三年的小白脸，被叶家扫地出门了一条狗，没有了藏身之处，才去巴结你，才成了周战神的男宠。周战神，我说的对吗？你让他继续说。知道为什么我的弟弟死到他手上？就是因为我的未婚妻早就看穿了他就是一坨烂泥扶不上墙的狗屎，所以一纸休书踹了他。这个人怀恨在心，想要对我的未婚妻下药，想趁机迷奸他啊！正好这件事被我弟弟撞见了，就是因为撞见了他，就这么残忍地把我弟弟给杀了。好一个颠倒黑白啊！若大家不信，我的未婚妻可以当众亲口告诉大家这件事儿是不是真的。想想你的母亲，还有妹妹，
赵大少爷说的都是事实。听到了吗？叶知秋，你果然不出所料的又一次让我失望。如今这个人见不得叶知秋嫁入我赵家这样的豪门，所以不惜丢掉性命也要毁掉和叶知秋的婚礼。赵天琪，你这异想天开的本事比你颠倒黑白的能力还更胜算。够了，陆晨，你能不能有点男人的责任和担当？你杀了人不但不认错，还跑来赵家大放厥词。闭上你的嘴，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斥责陆先生？好啊，你只会躲在女人身后使命。算了，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等到赵镇守来了，我会以赵家儿媳妇的身份求他们给你留具全尸，这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我给我留个全尸，我想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当然没这个必要。即便叶知秋替你求情，我赵家轻易的死，因为我了海州的天。女儿，不要再为这个白眼狼求情了，他就是一条咬不熟的狗，他铁了心的要害你，分明就是见不得你好，以至于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看那小子脸色苍白，手足无措的样子，恐怕是演不下去了吧。小子，就连你的前妻都如此看不起你，我要是你啊，根本不需要赵家动手，自己找块豆腐撞死得了。我赵家根本不惜与这种小人物出手，只要我赵家一句话，整个海州会有大把的豪门权贵可以置他于死地。可这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冒犯我赵家，不仅把我弟弟墓碑带到我的婚礼现场，还坐下了我为我父亲大侠至尊准备的宝座。像这种心思歹毒行为恶劣的海州杂种，我赵家根本不会让他轻点的死。没错，我建议将此人削去四肢，至为人质，发到赵家门口供人观赏。不如我等你一刀将其凌迟，以儆效尤。凌迟处死，凌迟处死。大爷，凌迟处死。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还有三分钟。我看留给你的时间到了，此次来海州败类所作所为，人神共愤，鬼厌天气，我赵家决定代天行刑，将他凌迟处死。凌迟处死，凌迟处死，凌迟处死。相信这个结果等我父亲来了会非常满意。100多年来还没有人敢触怒赵家，赵大公子，这凌迟第一刀让我海州王家来，这第二刀啊我海州孙家来。李家主不要跟我抢了，第三刀让我马家来，那这第四刀就由我李家代劳，我们海州四大家族愿意赵家协助将此人一刀刀凌迟。第五刀让我们沈家来，弄死你。沈家来，沈家来，我们沈家。小子，今日之后你不知死活的大名将传遍整个海州。不过呢，有我们海州四大家族将你片片碎尸，也算是你至高无上的荣耀了。你家祖坟冒青烟了，你非要找死，这下玩脱了吧。当初就应该乖乖听我姐，夹着尾巴逃出海州，找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苟且偷生，也不用落到今天的下场啊。对，怪就怪啊，你嫉妒而扭曲的心，还跑过来大闹婚礼现场，搞得自己一身骚，你他妈不死谁死呀。女儿，还好你早早和他离婚了，要不我们叶家不知道会被他连累成什么样子。刘神，到现在还演得下去吗？不觉得如坐针毡啊？还有意思，我看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现在让你看看什么叫绝望。这凌迟陆晨的第一刀，美元
快呀、啊！你不是特别的憎恨他吗？快，拿刀把他分尸了！大夏至尊，齐等贤到，五万军秦部到。参见大夏至尊。起来说话。赵氏一族长子，见过二位至尊。你们刚刚在做什么？启禀秦至尊，今天的婚礼上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插曲？哦，齐至尊有所不知，今天赵公子的婚宴上混进了一只装疯卖傻的猴子。猴子？一个跳梁小丑而已，永不需理会，我们会处理好他。二位至尊请放心，我们现在就安排人把他处理。你们真是好大威风。二位至尊，我父亲说要和你们二位一同前来，他人呢？你父亲赵无极若是来了，想必今天也不会发展成现在这个局。可现在，您说的对，若是我父亲来了，台上这个苍蝇就不会蹦跶到现在了，以至于扰了二位的雅兴。你刚刚是说坐在台上的那位是苍蝇？没错，他就是个一事无成，在海州叶家待了整整三年，吃了三年的白饭，最后被我未婚妻扫地出门的废墟一个。就是因为被我的未婚妻扫地出门，他就怀恨在心，便设计下药给我的未婚妻，想要趁机强奸她。当时他这个行为被我的弟弟撞见了，他竟然残忍地将我弟弟杀害。如今这个人还在我的婚礼现场大放厥词，不把整个海州的豪杰放在眼里，以至于让大家群情激愤，要把他凌迟处死。启禀二位至尊，这个人刚才还大言不惭，对您不敬，我等好言相劝，可他不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说您二位是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下属。此人的罪行简直就是罄竹难书，罪无可恕。没错，就连他曾经的结发夫妻也看不下去，抓下他凌迟的第一刀。此等不知死活的东西，但看他对二位不敬这一条，就够他死一万次了。能让我整个海州的名流轮流对待畜生，他祖上已经冒青烟了。没想到二位至尊，你们这个时候来了，真是胆大包天。岂止是胆大包天，要我说呀，不知死活。二位至尊切勿动怒，请移步后庭，晚辈也这就和众豪杰把这个小子给处理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处理？哎，你们赵家好大的胆子。齐至尊，您为何对我动手？齐等贤，秦牧。齐等贤，秦牧。陆晨，你疯了，你敢直呼二位至尊的名讳？齐等贤，他们说这把椅子非大夏至尊者，五压一周者，万人之上者不可坐，是之意。这不过是一把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椅子罢了。他赵无极一周镇守大夏至尊者，威压一周，当真是好大的权势。夫子当年开创至尊之境时便说过，至尊不过是武力稍强一点的普通人吧。那这椅子是普通的椅子，至尊不过是武力高强的普通人。我们说这把椅子做不做得？夫子乃至圣先师，力压大夏，位于万万人之上，当然做得。二位至尊，这是什么情况啊？你们是说陆晨他？你是夫子？叶知秋，我早就跟你说过，当你失去了陆先生，你就失去了全世界最优秀的男人。造孽呀！我竟然把真龙天旭给挤兑走了。夫子，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赵天齐
当叶知秋还是我亲传弟子的时候，你们赵家父子为了寻求突破，想拿他做你们二人进修的炉底，动你们的土地，这就是找死吗？哎，这可不关我事啊，这是他们赵家。哎，阿冰，我赵家就怕你动手。赵公子，你是在等你的父亲？把他的父亲给我带上来。父亲，父子，父子饶命。对，忘了告诉你的父亲，在你弟弟葬礼那天就已经伏法了。父亲，凡今日不敬夫子者，记下学宫。夫子门徒七十二位至强至尊，会一一与之清算。父子饶命啊！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就是夫子？我告诉你，是你们叶家人联合起来诬陷我，你信了？我告诉你，你的无垢之体是我给你的，你信了？我告诉你。是赵家想利用你，我是为了你才杀的人，你又信了吗？之所以不告诉你，是因为我想要的是不掺杂任何杂质的感情罢了。叶知秋，你想要的都给你，从来都不欠你什么。陆晨，你别走，我们和好。我在你眼里不过是窝囊废罢了。倘若我今天要是不表明身份，你会跟我和好？